掌声欢迎 MICappella 带来这一首 Here We Go。不需要任何乐器，只需要一种声音，我的努力会让世界都仔细聆听。我住在我的未来，只是无限精彩。我打开天空和海，依然依然，我要你们都在，我要你们都在，我要你们MICappella， 谢谢，谢谢，哇哦，好有动感哦！来来来，我们要退一些，也是是是，来，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再次给他们一点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本地的纯人声组合，是是是，有礼物要送两位主持人，谢谢谢谢。其实这一趟也是载誉而归嘛，刚刚得了奖嘛，恭喜恭喜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？是的，说吧，我来说，我们去年在深圳的一个 reality TV 的一个比赛，就是一个中国选秀选秀的节目，对，叫做 Sing of China 团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们是那时候的唯一一个外国团队，然后最后得了亚军。哇，太了不起了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哇，真的很棒哦。是，所以唱的歌曲哦，就是新加坡主要的这个纯人声乐团，你们是以唱华文歌曲为主，而且都是你们自己的创作，会碰到哪一些困难吗？也有很多翻唱啊。哦，还有一些，所以其实专辑里面有很多首大家都熟悉的歌，比如说《那些年》啊，萧敬腾的《王菲》啊，五月天的歌。不过刚刚这首《Here We Go》就是你们的创作嘛，好不好？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整个创作的过程。其实这个专辑有两首原创，然后这首歌《Here We Go》是形容我们的一些比赛后的一些心得，还有对未来的一些期望，然后也简单的形容一下我们这个团队的表演形式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听多买。那当然，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哦。哎，是的，那最后啦，以一个本地的这个乐团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说的？好好来呼吁一下，好不好？
其实我们在自从那个参加那个比赛之后，我们其实获得了很多的机会到中国、台湾还有香港这些地方表演。然后当然在新加坡我们也有受到很多支持。然后我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表演的机会，然后让大家看到和认识到人声乐团是怎么样子，然后多支持我们。好好加油了，MICappella！祝你们的演唱事业更上一层楼哦！谢谢。